行驶16英里。都是高粱地呀、啊。牛，看到牛了。看到了住宅，看到了粮仓。Coffee，Coffee。这一家小房子看着也挺精致啊，挺小的。看我是，2.47，这个可以加一点吧，加10块钱，好了，在这加10块钱吧。